老板，你回来了，晚饭已经做好了。不要管，那我去做宵夜。以后都不准备搬出去住，搬家公司过几天呢。太好了，你总算要搬回你的豪华别墅。我说我要搬出去住，你这么高兴吗？怎么会呢？你一走就没人给我专业指点了，我很心疼。把你闺女放这儿，在我房间，老板你拿吧。要不咱这个会明天再开吧，我失恋了，辛苦了。你要是现在不起来，我会让你更痛苦。人生当中是不是没有人性这个东西？我缺德了？你说吧，老钱。钱好了，我刚说呢。我都变了样的身体被你拉进了视频开会。心里有魔吧？说，如果一个人对你的离开毫不在意，你开心吗？是不是？嘀咕什么？你能不能趴趴什么？我说散会，挂了。心里有魔，心里有魔，心里有魔。他是个魔鬼，他心里有魔。